今天好大阵仗啊，好多东西咧，这样多东西。今天很多连关于到连菜的啊，金银包，金包银的是啊，炒饭啊。这是蛋皮的，蛋卷还是蛋皮？蛋卷啊，蛋皮啊。那我们有今天的料师傅啊。来，刚进的朋友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说我们五点准时开播，好不好？说我们事先在准备东西啊，表弟这里的。在附近的朋友们啊，你可以过来。表弟，你稳了没有？你这里稳了没有？几乎都稳了啦。你的东西会拿漏吗？还有什么没有拿到吗？不，还有很多东西要。我现在把我的调味罐来都没有拿过来。好、，大家下午好，帮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的视频啊。好、，我们今天的东西材料蛮多一下。今天的食材。我的材料准备很多，那个酱料也是一堆。下午好，谢谢大家准时收看。好，今天煮三道菜噻。对。第一道是什么？啊？看你记得没有？金包银炒饭。金包银炒饭。金意满堂。金意满堂又是什么？金意满堂我不懂，我要问要师傅，要给我。第三道菜拿下来。第三道他不知道，忘记了。第三道菜是你说我不知道，你就给我的菜肴。翡翠，翡翠，什么翡翠？没有翡翠了。还要写下来。如意春卷。这是什么？平时啊，把那名字啊取到这么复杂，一定难记了。如意春卷。这个叫如意啊，如意。对，这个芦笋的芦啊。春卷 啊，春卷啊，一头菜啊。首先我们要说，你刚刚跟我讲到虾要腌虾，要腌虾。OK， 这虾我稍微抹干它，你洗净了了，抹干它。这个虾是你这边卖的噻？对的，这里有的卖啊。我没有卖虾，很大只啊，大只的。这个是虾球了，是属于虾球。你要教大家洗虾吗 ？OK， 洗虾只是放盐糖，放那个木薯粉，一点点就好。马铃薯粉可以吗？马铃薯粉够贵一点啦，可以啦。看它，盐和糖，它有木薯粉，搓到多久？搓了它一周，给它差不多5分钟、10分钟这样了。哦，我洗清它。来，为什么没有通知直接进来了啦？五点就进来了。OK， 你要不要做示范一下？有做示范？我已经洗清洁了。已经洗了啦。OK， 就是把那个虾的那个腥味洗掉它。那么洗了的过后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腌，那抹干了，一定要抹干了。当然这个还不够干，如果可以把它更干身一点。抹干身了。对，如果可以要用那个。那什么纸啊？这种纸是不能抹干的，因为这种纸一抹的时候就粘上来了。对对对。你要什么纸呢？那种有一点布的。啊，你要用我们这个懒人纸。用干布。你们要用的是这种懒人纸。这刀是廖师傅做还是表弟做？没有，我他叫腌虾，就是要用这种懒人纸巾啊，不能用这种。懒人纸巾我们都有卖啊。有，你看啊，这种啊，一弄到水的时候，它粘在虾了。对对对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所以你要用这种纸巾。懒人纸巾你还有卖吗？上网有上链接啊，上链接。懒人纸巾你们有需要吗？我们有懒人纸巾啊。这个真的好用，这个可以啊。你给我一张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点布的，布的成分啊，好像布的。你拉，你撕下，你两只手撕，你拉，它拉不到啊。它可以拉扣，但是拉不到啊，不容易爆。不容易爆。OK， 你有时我们油很肮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各塞油倒下去。流出来油就清洁了。哦，这是各油了。你各油然后可以各塞。然后我们就是抹那个虾。对，那个虾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，你可以用这个来抹。Hello， 帮我们分享我们视频啊，我们要开始了啊。所以我们准备刚好洗好了虾。所以刚进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表弟怎么洗虾噻。我们放点盐，放点糖，放木薯粉。好，然后搅一下，然后再洗一轮。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懒人纸巾哦，抹干身它。为什么要抹干身呢？它抹干身的话，就代表这个虾哦。等下腌的时候呢，它干身了吗？你一腌的时候，它马上吸进去。哦。干身，如果你水分的话，你吸不到味道了，你水分就把跑掉了。原来技巧啊！有敲门的表弟煮东西。虾骂干身啊，然后我们调的东西它就会吸进去啊。所以这个纸啊，它不会粘住了。如果是普通的纸，那完蛋了咯。Hello， good evening， welcome。骂干它。来帮我们分享，来要1000人呢，给他上1000人呢，800人。今天啊，在附近的你们可以过来啊，过来。我们大概6点煮好啊。是一个
过来过来，有个熊猫叫过来过来，没有他每次叫他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带一点饭过来。OK， 那干生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腌了，腌就是简单的腌了。我们腌这个虾，虾就是这腌的话，你真正要腌的话，就是我们要一个蛋白啊，蛋白。这里虾半公斤啊，这个虾是哪里蒸的是吧？这个虾其实这个虾一腌出来就很好吃了啊。OK， 我们要蛋白啊，蛋白，我们换来少许的来，盐四分之一茶匙啊，来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，盐对对，四分之一茶匙，一茶匙的糖，一个茶匙的糖，糖多一点 OK 的，因为为什么它会脆啊？那少许的啊，胡椒粉，胡椒粉少少啊，那么我们放一点点料酒下去。一点点是多少？料酒半汤匙啦，不要太多，因为太多的话，这太多水分了。半汤匙的料酒啊，眼睛就是汤匙啊。当然也有人说，哎，你可以哦，哎，我要怕更腥的话，你可以芝麻香油一点点够了。来，我们的芝麻油一点点够了，一点点啊，一滴一滴了，一滴滴呢，它就是这样就可以了。当然有，以前我的老师傅呢就告诉我了，要放点姜汁下去，当然不需要了啊，没有姜汁就不需要了。有的话你就放。放一个一茶匙的或者半汤匙了，放鸡精粉哦。鸡精粉有，要没有放对？要放吗？鸡精粉要放一茶。那我提醒。可以放一茶匙的鸡精粉。来一个茶匙的鸡精粉啊。对，那其他有味道啊。OK， 超简单啊，蛋白一个蛋白，然后四分之半茶匙的盐，对，一茶匙的糖，少许的胡椒粉。盐四分之一茶匙啊，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出来。所以你这个跟它搅下，你就把那一茶匙啊，把那这个盐啊那些啊，给它在这里溶解先过后，溶解过后的时候，你才把这个让这个，不要在上面放的时候，只是盐在这里，就盐在这里。就贴在这里了。来继续分享，来，我们现在签一人了，我们要签五啊。OK， 然后我们就有放芝麻香油一滴啊。这个是，等下我要给廖师傅试一下，这个虾是非常非常的爽口的。这个是大炒鸡的，对，这个是师傅级的，师傅级的，你是师傅，然后师傅就会泡锅嘛，还可以泡锅，好点，习惯了是吧？刚才虾很干嘛，一放下去的时候，它就马上吸收它的水分了，所以它的味道就在里面了哦，一定要骂干生哦，没有骂干生，你看，OK， 你要煮菜一下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一个，是不是可以放一汤匙的？木薯粉，看你的，如果很适的话，你就放一汤匙；如果不适的话，你可以放两茶匙。OK， 来，你看你的适的程度啊。说我们是放一汤匙的，木薯粉啊。表弟在那里做直播，在他的旗舰店啊，我们的隔壁店的对面，隔壁店。OK， 这样的基本上这些虾已经是腌到很美了了啊。当然，如果你说要放点油下去锁住它也是可以。刚才我说认为不需要。现在要锁还是不锁？不锁了，今天不锁了啊。这样很奇怪。不需要了，虾不用了。如果肉的话就要。虾就不需要啊。OK， 如果你肉的话，你就要放点油啊。虾你可以选择不要啊。OK， 可以了，我腌好了，现在到廖师傅。大家认识廖师傅吗 ？Hello。廖师傅是来自 Wonder Chef， 对的。还记得在日本买的那个牌吗？对，日本买的锅的时候，廖师傅在当天。OK， 这样开始了。OK， 欢迎大家，今天又见面了啊。上个星期五，可能蛮多朋友有看到我们的，这样我们答应今天会给你们一个 special 的 offer，所以你们记得今天不要跑开哈。对，你们今天要留守啊，有 special offer。今天不要跑开，真的不要跑开。这样为了配合今天我们的一个同样的是一个庆祝啦，一个开张的庆祝。这样我们今天煮了一些很好的一些芋头菜，比如说今天我们会煮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会煮这个炒饭，这个不是普通的炒饭，今天我们煮的是金包银啊。那拿普通饭来讲，不是普通炒饭。什么金包银？就是鸡蛋炒饭，就是金包银。鸡蛋炒饭、啊。鸡蛋有黄吧？鸡蛋黄啊，包着这个银啊，金跟包银啊，金包银炒饭。OK， 这个是包银啊，包银。然后第二道是什么呢？第二道我们煮的呢，这个有点特别我们今天煮的就是金玉满堂。什么叫金玉满堂呢？当然有金有玉所以我们今天有的东西就是金瓜，就是金瓜。OK， 有这个玉子，
蛋豆腐、啊、okay? 玉子、哦、啊，对，然后你要放可以放一点青豆下去，等下青豆、啊、有青色有金色，这样很美丽的。这个青豆是什么青豆来的？就是我们吃的罐头青豆，罐头青豆，罐头青豆，对，就买像罐头了。但是如果是有那种青豆那种大一点。血肠的那个比较好啊，对对对，那血肠那个更好啊。我刚才随随便便这样，哦，找不到那个血肠的，我就找罐头的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会做这个，怎样做？等一下我教大家做好吗 ？OK， 金啊、金玉满堂，然后最后一道菜就是啊这一个，哎呀我又忘记了。妈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叫如意，如意啊，如意。春节的，对、yeah! 好意头，如意春节的，这些芋头菜啊，名字起太复杂，可以在过年煮了啊，芋头菜是过年可以煮的，芦笋，芦笋，这个很难找耶、欸。我刚才我去找不到，我讲勾栗咯，找不到我就找金笋了。本来我讲，哎呀，就拿萝卜当做是金笋了。金笋呐、啊，这个叫金笋啊。什么叫金笋呢、啊？在我们的我们的餐厅里面，我们叫干银笋。嗯，干银笋啊。就是叫干笋，干笋啊。银笋呢，就是竹笋。哦，竹笋啊。金银笋啊。啊，所以今天我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，所以今天终于可以做到。有在附近啊，六点过来吃啊。过来过来，好，今天我们现在就直接就开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炒饭我应该会放在最后一道。OK OK， 我们先做这一些啊，这些其他的东西先。谢谢。OK， 讲到主菜，我本身啊，我本身比较喜欢用圆底。哦，我本身喜欢用圆底，对，圆底的，对对对，所有厨师都喜欢的啦，因为圆底啊，我们华人是这样喜欢煮炒啊，铲来铲去，铲来铲去。西餐就不同，西餐就是要煎平底，做法不一样，所以看个人的喜欢，好吗？所以我本身我觉得圆底蛮好用的，所以今天我介绍大家用圆底的炒菜锅。哎，我插嘴一下啊，好。哎，要是问很多人说，哎，这干锅会让会连锅什么，很多人很怕。煮干锅的话就会七台。要买不粘锅，买不粘锅，你是我知道啊，你买不粘锅了，一年啊用一个，寿命十年的话，你就是用十个不粘锅，是吧？有啊有啊，是很多人都时常都换的，换的一定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粘锅有寿命，有寿命啊。这个呢可以传三代。所以今天看到完，我还教你怎样保养这个锅子。保养锅从如何用它到保养，然后让你可以用到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下一代或者下一代，下一代，我老板想用三代，哎，下一代的下一代吗？这样子很少人会再买你的锅，就是哦，用不坏，就是真的是有人用几十年的、啊， yeah, yeah, yeah. 我都用二十年 ，OK， 够力了，二十年 ，OK， 来，我们今天主菜。啊，我们今天煮菜用的油分也不会太多，所以我把它先倒出来比较容易，好吗 ？OK， 来，我用不会太多。其实廖师傅有一个不粘锅煮东西不好吃啊，也未必啦。OK， 廖师傅就是喜欢的，煮菜呢就很少用多油的。表弟，请问虾要收的需要放油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放油啊，我们没有放油，就收上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汤匙啊，对，汤匙没有错。今天煮什么？今天煮三样菜、啊、我们做这一个煎蛋豆腐，蛋豆腐每个人都会煎，嗯、对吗？煎蛋美的话，要煎蛋美很难很难。然后还有煎蛋，煎这个蛋呢，还有让很多人喜欢放多多油，哦、因为很容易黏，对吗、哦？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放太多油。哦，这个我要来学习了，你叫我加蛋。首先，你必须要一个好的锅啊，有好的锅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完的是个五层锅。你就没有开火嘞？啊，先放油啊，不用开火先啊，先放油。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开火。冷锅冷油啊，冷锅冷油，我们先开小火。热锅热油哦，开小火啊。我先热锅冷油，习惯上的啊。但是如果你要容易操作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冷锅冷油啊，容易操作冷锅冷油。第一次听到冷锅冷油，对，其实第一次录来都有了。好了 ，OK， 所以我们先给它油热了过后，我们就煎这一个。如果你这一个煎的时候啊，如果平时你们呢可能会放很多的这一个油，然后煮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啪啪哔哔啪啪，会放到整个脸都是。这个锅我也有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煎呢，我们尽量不要放这么多油，然后一样要用表弟的刚才那个什么布啊来把它上回面干啊，油吗？有，上来。来，这个锅是几层的？这个锅五层的，五层的，啊，五层，很高质量啊。
那哦，我们要抹干身啊，稍微抹干。所以你们如果有这一个什么懒人纸巾噻，怎么开锅啊？这个不需要开锅，洗洗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买我们的五层钢是不用开锅，直接买的直接用。我们的油只是放半汤匙吧？半汤匙就好了，半汤匙的油就是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给它铺满先 ，OK。这样就好了，所以你哪里知道这个，你不知道这个锅子怎样才会够热嘛，对不对、所以我时常教大家有油确保油够热你才去煮、就是、油不够热你就很难煮，看到一个油好像太阳这样子啊、看到吗看到吗 OK、不行我再弄个给你们看、这个是有油温就是代表热了够热了、有小一点类似的锅吗，等一下我们看它有没有小一点、我们也有了来，所以这一个放进去煮热化了吗，别说我们这个骂干骂前骂后 OK 骂前骂后放进去，哎也看有点像干杯啊，来我们这是日本豆腐来了，日本豆腐啊，日本豆腐来了，你看干杯，这个锅有送20块的小包吗，啊等一下看它有没有优惠啊，很重啊，啊当然好的质量的干锅一定是重啊，五层杠啊不是开玩笑啊，但是我们也不是时常一次拿这个 handle 来、来它一定是有它的重量啊，啊就是我们每一个都要擦了擦干身，所以这一个什么懒人纸巾的在厨房是少不了哦，真的是少不了的、你用如果你是用那个普通的纸巾的话会粘到很多皮肤，玩得很快哦，擦得很快的，而且油也不需要这样多，油少了，油少就健康哦，酱肉，还有到到到到了，有感 ，Hello， 哎呦，人家看没？我如果没有跟你这样的、我都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来做的哦。我有现在其实有很多方法。请问是什么牌子？来，廖师傅穿的 Wonder Chef 啊，日本品牌的，日本刚过来的。OK， 我们的这个。其实不用上粉吗？这个不用上粉。如果给表弟一定上粉哦。没有，我不会上粉，我不会上的。我是油。什么优惠价格？我也不懂啊，我也想要知道啊。所以日本都会。日本都会。热锅可以冲洗掉吗？热锅的时候。可以啊，真的可以。可以马上洗了，没问题了。炒菜很快，是真的，这个炒菜很快。OK， 好了，哇，下面焦了哦，美了喽。来他是用小火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小火的煤气，这种煤气给大家看看，这种煤气这么小火而已，明白吗？小炉而已，小炉而已，那不是大炉。传这块。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是家里的煤气炉，你用中火。中火就好啊，要开大火啊。看看，摇，不接锅。我也用这个好用啊，跟你的方法方式啊，用到现在啊。谢谢支持啊，谢谢。来继续。分享和留守帮我们上两千人啊，谢谢前期的。这个锅有锅盖吗？有锅盖。我们有锅盖啊，慢慢反哦。你要用两个汤匙吗？特别快，薄一点。来，哇，很美啊！小弟，很美很美，慢一点。哇，厉害啊，表弟！哇，待命吗？教待命吗？你没有教那个菜鸟，菜鸟讲反身吗？我们这个有锅盖的，有锅盖，有锅盖啊，有锅盖，放心。太粗鲁了，弄破了一个。是啊，你太，你太有自信了。来摇摇一下，来弄爆一个。哎，再摇摇一下啊，快在中间了。啊，像煎了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煎到它两边金黄色啊，两边金黄色的时候，等下我们就做那个金瓜的配。哦，这样就比较，像它的皮就比较脆一点了。啊，比较脆的啊，所以我们先给它煎。对的。哦，我不知道那个日本豆腐可以这样子来煎哦。可以的，但你不要放太多油，就是慢慢慢。那我们普通的是做很难做到这样子的，是吧？很难的，然后放多油，那个油泡弄到整个脸都。啊，对，也是，也是。OK， 金黄色的，它的油啊很少，真的是。很少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的了，而且它很小火。它的。你看，这锅还可以洗脸，还可以照镜子，不是洗脸。洗脸。照镜子。很美的几寸？这个几寸？这个40cm 吗？40cm。Okay, 那这一个不用放一点点油就好了，一点点油就好了，半汤匙油就好了，半汤匙啊！我看半汤匙都不到啊，这个。我关火先了，哇！来，这是蒜米吗？啊，蒜米，来放点蒜米爆香。多少 cm？ 40cm 吗？这个。好，我们有金瓜。金瓜，所以这一个金瓜呢，我们就给它了，来熬到它
变泥啊，变泥啊，变泥啊，金瓜泥。所以金瓜泥啊，我们要压到它变泥泥。廖师傅现在很出名啊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他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蒜米爆浆，我们感谢 MCO， 我们再放那个金瓜。多少钱？等一下有优惠给大家。有优惠的，不要跑开哦。啊，两千人的来。对，啊。然后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是健康的食谱，然后芋头菜，芋头菜。所以我们把这个金花给它用酸米炒香过后，这道菜叫金玉满堂啊，过年的时候可以煮啊。有点像牛头牌啊。啊。OK， 放一点，来，放进，放加一点水啊。OK， 水一杯了。一杯啊。有小一点的锅吗？也有的，也有的啊。然后我们就放一点调味了，一点糖，一点盐，一点糖，一点盐，来就好了。啊，你们煮菜就是一点盐啊，一点盐，你们煮菜就是一点，一点点啊，四分之一啊，来四分之一茶匙的盐，糖不用太多了，因为这个有甜，只要调一点味，对，半茶匙，半茶匙的糖，对，一点糖，一点盐，好有一点哦，好有一点点哦。你们的一点我不知道，的一点，这个你不要放太多哦，放太多它的颜色啊，这个叫一点了，多一点啦，再多一点啦，啊 OK， 这样煎很美啊 ，OK， 一点糖，一点盐，老胡椒粉，一点蚝油，多少钱啊？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看着树廖师傅很累啊，两只眼睛有点黑，熊抱，来一点点胡椒粉啊，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啊，要开锅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是要开锅的，不需要开锅的 ，OK。多少钱啊？等一下我们完结工作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煮到一半会的。我们还有给你一个锅盖啊。加多一点。我们有一个锅盖。那个杯呢？杯去哪里？杯去哪里？来我这里吧。我们尽量看他廖师傅将去呈现这个锅的煮法。我们简单的煮，但是煮出来好吃，少糖少油，美味的食物。我没有想到那个干锅可以哦，再加点水。就是你很好吃的虾。哦，虾米话对，要放一点的，要放一点盐，放一点黄的。刚才炒的时候就应该要煎一煎它，要煎。那些酱放那些也是好吃。我没有想到一个好的一个锅可以让你省油哦。对，也不用开那么大锅。会开重吗？它肯定是重的。放多两个啦，两个。OK， 我们放几只虾。这个是对。重量多少？隔天有机会可以知道那个重量吗？是3-4 kg 吧。3-4公斤啊？要开锅吗？啊，整个。加买钙要3kg-4kg 啊，可以用电炉吗？请问什么来的？电炉可以用吗？电炉可以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我会用电炉啊。我们有电炉，我们有一个示范。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一边。需要开锅吗？不需要开锅啊。不需要开锅。来，廖师傅，芋头饭的食谱怎么拿到啊？还忘记啊？星期五吧，你看我现在。你看他都没有，他没有睡到觉啊。哈哈哈他眼睛一直要跌下来啊。你可以看重播。看中国，你打表弟好主意，芋头饭就有了吗？我们要学廖师傅的芋头饭。这个星期我还写，我这个星期写出来，好吧？这个星期写出来。这个锅子有一个尺寸吗？哎，那有小有小。我们还有小一点的。有大有小啦。那我本身我是喜欢用这一个尺寸，40cm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今天还好，今天煮不多。那有时候我要煮多的时候啊，真的你要养拿大的。有时我们煮青菜啊，比如说那个啊玻璃生菜，或者是啊菠菜之类哦，它的叶子很大片，煮的时候煮的就少少的。所以如果你买到小小个32cm 还是28cm 哦，你煮不到的。明白。啊，这个锅啊，锅盖有小一点了，我们有小一点。问啊，廖师傅，这个锅盖有这样的啊？到底是什么样子啊？来，这个锅盖我先等一下，给大家看啊，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锅盖有什么。OK。这个魔法的锅盖是怎样的？这个呢，调节气孔是我们公司自己调节气孔。对，啊，我们叫做节气孔，啊，节气孔。这个是40cm 吗？我们是40cm 吗？那一般上，如果你在外面买的炒菜锅，通常是这边打两个小洞。对，啊，打两个小洞，让这个气有机会可以排出来。啊，但是如果你这样排出来，有一样东西你要知道，就是你要把它锁掉的时候没得锁，除非你拿两只牙签塞着。哦，明白吗？对。啊，如果你要有时候我们煮好没有马上开盖的，你。有时候有蚂蚁走进去啊，有时候洞太大哦，有一些洞做得很大的，小苍蝇都会走进去。所以为了避免这一些不卫生的一些操作，
我们是直接做有开有关，有开关哦，开关啊，对，有开有关。这样我们这几十开几十关呢？那你看哦，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哦。那如果你要焖东西的时候，你焖的时候你可以开也可以关啊。一般上我搭烟的时候我就把它开，那你看哦，一开多了，你看一开哦，它的烟就从这里出来，烟出来，对，看到吗？嗯。啊，如果你把它锁着，它的气就从这边出，它会弄到你的琉璃台多多水。哦，这里会流水啊，会流口水啊，流口水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为了避免一些流口水，琉璃台肮脏，所以我们就做这个调节气口。对，如果你要蒸东西，比如说你要蒸排骨要蒸45分钟的，你要蒸蛋要10多20分钟的，我建议你把蒸东西的时候把这个调节气口打开。来，这个不是牛头锅啊，这是 Wonder Chef、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啊。OK， 日本过来的，日本过来的啊，日本锅。所以我们把多余的这个漆排掉。OK， 高钙，你要蒸东西，要焖东西都可以，然后一体成型，这个是我们独有的设计。一体成型啊，不是借的、我们是一体打造出来的。什么叫一体成型？就是锅身圆柱了啊，对，锅身跟锅耳是一体的。锅耳。锅身一起，锅身是没有分开做的，锅耳朵是这里，所以你看它跪在这里了、哦，它没有借口啊，它没有借口、啊。对，跪在这里，来多少钱？等一下会给优惠，放心，你留手啊。等一下会给优惠啊，而且要师傅答应我，一个月至少来做两场啊、哦，两场用锅来煮菜啊。各位观众要支持一下，人数没有我就很难来了，有人数我就来了。分享，人数不重要，支持要师傅分享，买锅最重要。我们的责任就是希望你们买了过后，你们拿出来用。这叫售后服务。售后服务。How to use？ 我们会一直教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已经买了的，没关系，你照样欢迎你来看的。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旗舰店在 shopping mall 的话，你在对面喝了咖啡，过来。以后五点在那边喝咖啡。六点来过来吃，来多少 cm？ Okay. 我们这个是40 cm 吗？40 cm 好用，我目前也是嘛，好用啊，是的。来，谢谢支持啊！你看呢？哇，这是做藕泥是？好像有点藕泥这样的，不是啊？你看那个青瓜开始软了，看到、它的调味料就很简单，一点盐，一点糖，然后蚝油一点。哦，升级了，这个锅是两 kg 啊。只是这个锅是两 kg， 下面盖就3公斤啊。你看，哇，几块棉哦。那虾要不要拿上来？要不要给它老姑娘？哦，是了。我们虾也差不多了。选这把虾了哦，我也差不多了。也差不多了，我给它可以了。给它煮糊，然后等一下我。哇，这个虾也不用怕它老很老啊，因为我们刚才虾有腌过吗？有腌过，也用那个普通车粉这样煮掉的。不要出一口啊。所以你看，你那种普通的这一种小煤气炉都可以煮得到、对，小煤气炉都可以煮到这么样。你家里有？我们普通小煤气啊。对，小煤气炉来的。OK， 哇，这个可以去野餐做。OK， 然后我们金玉满堂嘛。金玉满堂，对对。来，这个是青豆。青豆放一点去啊，青豆。Okay. 这个是不接锅啊？没有，这个是钢铁锅了。干锅煮东西比较虾会煮太老吗？我们有洗过虾的。OK， 虾我们有腌过啊，不怕老啊。OK， 来我们去水啊，所以我们放青豆。哦、这个是一罐的青豆啊。半罐啊。半罐而已。然后这个呢？哇、给它焖一焖那个蛋味出来。焖到蛋味啊、哦！哎，不要慢慢等它会碎掉哦。不会啊，因为它已煎了，它就不会碎了。煎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很简单的。煎鱼啊，这个可以煎鱼。煎鱼嘞。我家煎鱼给你看有没有？有鱼吗？有，我们鱼最多。鱼最多，等下我们去钓鱼，我去钓一条鱼来啊。我们等一下啦，看晚点的时候我们修啊。我们看时间，然后因为我怕等下时间拉太长。OK，所以我们这个大概已经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要上了。表弟，我们上咯，来，表弟上菜来，表弟、那个鱼你吃点完，鱼吃点完。OK， 给我玉米粉，玉米粉，这个掺了水。我准备片鱼，等下再煎哦。OK，我们看时间啊。OK。这叫什么？金玉满堂。金玉满堂。烤芋头，烤芋头，烤芋头，我都觉得超容易做，这个我看一下都会了。哇，那摆盘就好了，轻轻的，很好看的。
哎呦，多签吗？我打多签，多签，要打签了，打签。哎，这里。等一下，我会教大家做单卷啊。来，上次的日本货吗？啊，不一样了，这次的薄膜靴，上次那个已经没有了。那个真的是太便宜了、啊。那个你们买到就赚到，今天你买到也是赚到。来，马铃薯粉勾芡呢、啊？马铃薯粉勾芡。哇，那太多，因为它金瓜会有一点糊啊。嘛，嗯，来加多一点点。你看它的是浓不浓稠啊？再多一点点了。哎呀，好的金啊，好的那个马铃薯粉啊。之前买过别的牌子的干锅啊，煎蛋和煎鱼会很贴，这个会吗？来，放心，我们煎鱼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，我们煎鱼，等下煎鱼给你看。好了。啊，你看了它的功能，你觉得适合，你可以下单啊。其实你看我们玩，它虽然重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拿到这个锅了。啊，你是哪一个厂来厂上来的、啊？哦，这就是新年菜啊！嗯，新年菜，对，我们端午节也可以这样煮啊！我们的大菜大，端午节不要吃粽子啊，我们煮就健康一点。来，撒上葱花。哦，如果你买那个青色的那个青豆啊，对，更美。青青的青豆更美啊，颜色不够深哦。我这个青豆颜色不深。这个煎锅多少钱呢？要开锅吗？不需要开锅。啊，不需要开锅。啊、好，谢谢。哎呦，这个多么多来的，切的多么多。喂。OK， 搞定。啊，先给他。可以放冷藏的青豆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可以。我们的是罐头了。因为我刚才找不到了。我们是用罐头了。我就拿罐头了。我们放半罐吧，好了。OK， 所以这一道菜已经做好，很简单。carrot 可以放 carrot 也是可以啊。可以嘞，可以。带红红。廖师傅这边便宜还是谢温宝啊？来，谁是谢温宝？不知道嘞，等下你留守到最后了，好吗？谢谢你。小孩最爱吃啊。谢谢你啊。OK， 等下我们留守到最后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煮第二道菜，所以40cm 的炒菜锅。如果 你真的是有拿出来用，你会用的话，我跟你讲，30分钟里面你可以煮到三道菜，没问题。30分钟三道菜，时长就是三道菜。哦 ，OK。啊，三道菜，很快的。来，洗干净啊！ Okay, 洗干净了。我们来煮第二道啊。嗯、okay. okay, ，我们第一道就是金翼满汤啊，金翼满汤。Okay, 来，我们做第二道了。嗯，慢慢看，哇，超简单的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简单，不是开玩笑。欸、啊真的不。简单到没有那么简单了、啊。啊，表弟姐啊，这样简单的功夫、哦，我擦擦点，要点 ，OK， 我们要做春卷。中秋节煮这道菜啊，哎，健康啊，啊，不要吃月饼啊。OK， 来，第二道菜，那今天我们会做什么呢？单卷的、哦、哈，单卷，所以表弟这一边也准备到你的那个什么？叫什么、啊？可以看一下那个蒸笼吗？虾滑、鱼滑。你是讲这个蒸笼噻？我们蒸笼有另外一家的。另外一家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蒸笼是这样子的、啊，我们有一个蒸笼的。今天我们做这个虾滑、鱼滑的东西啊。虾滑和鱼滑。啊，那这一个呢，就是我刚才做了的这个单卷。怎么做？这个有单皮。单皮啊。啊，单皮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那个鱼丸，或者是虾丸啊。我是叫鱼膏了啊，鱼膏啊，虾胶、鱼胶这样了啊。OK， 你就把它铺进去，然后配竹笋，卷起来。卷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去蒸，蒸了过后打一些那个蛋花液下去，那个就是一道新年菜了。很简单，超简单的。如果你有猪肉，也可以掺一点，也可以掺猪肉，鱼蛙再加猪肉碎，再配一些其他的料。但事先你要做一个蛋皮这一个皮才是重点、所以我今天教你们做蛋皮。我有教蛋皮，教你们做。廖师傅以前我也是有40cm 了、结果给我炒到整个锅黑掉了，真的。OK， 来，我们做蛋皮了啊，蛋皮啊，来，我们要学会如何做蛋皮啊。做蛋皮很简单。没蛋皮。啊，蛋皮很美啊！简单的 ，OK。那师傅讲简单。留守，等下也有介绍这个干锅啊，便宜的话你们可以考虑买啊。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啊。OK， 蛋皮，
要几个公鸡蛋？我们用两粒鸡蛋。两粒鸡蛋啊。OK。有分了。啊好。来两个蛋啊。两粒蛋。啊两粒蛋啊。OK。但是你这里三粒。刚才我有用剩一点点。哎呀。哦。哎呀呀呀呀呀。OK 来。刚才是有用剩一点。用剩一点我就不要浪费。啊我们两粒蛋就好。两个公鸡蛋啊。简单就不就是不简单了、啊。你跟比较跟表弟的话啊、哦，那边表弟比较简单一点。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啊！谢谢师傅小姐。锅会重吗？两公斤。OK 嘞。两公斤，两公斤。啊，可以嘞。两公斤。放油不要放太多。放油不要放那么多。我们冷锅冷油啊，冷锅冷油，然后再来开。大概半汤匙。半汤匙的油啊。啊。然后我们该开火，开火，开小火。嗯。你家里的炉就是中火、啊、The egg skin 啊，听懂吗 ？Smoke duck 可以放那个烟鸭肉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我今天我是做叫做我又忘记了，如意春卷，所以我放这个芋头嘛，如意嘛。这样如果你要放培根，你要放其他，刚才都可以的，那味道更好吃。表弟上次有教过他、OK。廖师傅，请问锅是圆底吗？对，圆底的，我们这个圆底。来，我们打散我们两粒蛋来。可以放电炉、电磁炉、煤气炉啊。不选炉啦。啊，不选炉。OK， 那做蛋皮，我建议你放一点粉下去。什么粉呢？这个？番薯粉。番茶匙吧。番汤匙吧。马铃薯粉、啊。那个马铃薯粉，或者是玉米粉。啊、玉米粉或马铃薯粉啊，番汤匙啊。OK。只有这个款吗？锅？原底我们暂时是这个款。我这里给一个 tips 哦，哎，你生款这样放下去啊？啊，对，是错款。要怎么放？你要生款放水先调调料再倒下去。哦，这样子廖师傅是错了，对，他错误示范给你。哦，我错误示范啊，错误示范啊。表弟意思说，你那本先上了水先。哦。啊。啊。怎么今天不是表弟煮啊？今天是廖师傅啊。廖师傅，我们跟你。师傅急啊！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。表弟很多 technique 的，我们是家庭菜啊，白血啊。OK， 其实啊，表弟看多了，我们要看到。OK， 我们叫这个啊，这个讲煮姜呢，你看他弄不到了了。对。所以我们放半汤匙啊。我们放一点水。放点水来。来，放点水。OK， 放一点水。放点水，先把这个抽示范啊，先把这个抽示范掉鞋啊。啊，不要鞋。鞋这里。表弟背景很像38。OK， 这里就把它弄，把那个马铃薯粉啊，那个什么粉，先跟它搅完它，搅完先。还是表弟有料。是啊。然后师傅特地做示范给大家看。特地做示范，哎，还打蛋。打两粒鸡蛋下去。对。我表弟打蛋这样顺手啊。当然了。这样子怎么办？那是师傅，等一下我们再煎啊。等一下它会融的。OK。原来如此啊！不然的话，等下搅，不然要还要拿一个筛就麻烦了。现在我们不用个筛啊。OK， 这个我们放一边呢、啊。啊，师傅有点紧张。师傅紧张就是师傅紧张，忘记了啊。那东西，因为他现场的没有集体。现场发挥。现场发挥，而且现场做，以为像我，我做了两年，做了三年多，所以我炉太长了，这东西没有做几次，轻衣鸿毛啊。我有学表弟做啊，做得很美啊。然后表弟现在要我一个礼拜来两个，一个月来。那我要见到你很稳吗 ？Yes， 是 Yes， 我 No problem。来 ，OK， 就是要打完了，不然的话就搅不完了。错误示范，错误示范，给大家就是OK， 错误示范就少了两个小孩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是那个油温要这样子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不要用锅铲在铲来铲去啊，你铲来铲去那个声音很诡异啊。What's wrong matter? How he made the chicken? Okay, the egg 啊 ，the egg 啊，我们 before that 我们把这个生粉啊先打，放水打了先，然后再来放。OK， 那个油够了啊，油够了。对，师傅要来教学啊，要时常来教学。哦，喂。如果是原底的话，可以用 induction cooker 吗？可以。怎么样用 induction cooker？ 等一下再告诉你。等一下我们会教出来。啊。哦，原来还是要这样子转呢。转。那为什么要放生粉啊？为什么要放马铃薯粉的熟粉？为什么？怎么？让它的皮不容易膨破爆。哦。它有粉有连住了，对，现在有还不容易爆，有点比较厚度的皮啊。来2200，来我们直接上2500啊，帮我们留守啊。OK。
所以我们就煎到它有一点那个皮开始翘的时候，翘啊，啊有开始哎，有开始脱离，好像看到有点脱离要翘出来的时候就 OK 了，哦 okay. 啊，所以我们调小火先，啊，我们不能去铲它了是吧？都可，那不要铲先了，不要铲，稍微脱了先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哎、嗯，好了，嗯、哇，脆脆的，对，煎到脆脆的。不粘底，就稍微粘底，不会散掉啊。哦，不会散掉。来，我们蛋都不会贴底啊。哇、哦！来，超不吃饭拿这个。超不吃饭，超不吃饭，拿去。手正的，手正的，太恐怖了。手正，手正。我没标你，总之到再来给他。哎，没有、哎，我觉得是这个太尖了啦，这个你、哎、啊，你用硅胶比较好。今天有点状况，是什么事情啊？请问玉米粉可以吗？小镇的玉米粉可以。玉米粉呢？生粉。白水啊，手镇。啊，哥有练过啊？看，哇，大厨是不一样，看到吗？上次表弟做福袋，我也学到了，要拿蛋皮啊。锅不用开锅吗？不会贴锅吗？不用。这个蛋留给我吃喽。啊，你们煎不好的蛋留给我。功夫不到位啊，翻车，有啦，他前面有做了几片了啦。OK， 可以，可以了啊，可以。OK， 来了。米奇，你要讲话大声，不然廖师傅会 sleep 啊。廖师傅不够睡啦，啊，今天状态不怎么好啊。正常哎，人家讲。刚先算了，谢谢。星期一嘛 ，Monday blue 嘛。Monday blue，Monday want to sleep。我讲，哎呀，表弟，星期一要咩？要，星期一 ，OK， 给星期一来，星期一来。来，廖师傅很累，看到我眼袋很肿啊，应该看得到啊，哎呦，但很美啊，这样子煎很美，很美的，这里更美，嗯 ，OK， 来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错误哦，嗯，说煎到美啊。也要注意铲它的时候要拿上来啊，对，廖师傅昨晚看足球啊。啊，有赢钱啊！对，在煎的时候啊，我们先跟他讲啊，等下我两包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们要把那个移花和椒花，这个可以煎了。可以，你这两包都可以，你掺一起掺进去。OK， 也只要移花也可以，只要虾花也可以，对吧？来，对，我们今天用移花，所以有虾花，我们也是有卖啊，你可以来我们店来买啊。会翻车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紧张了啊！这有什么好笑？你搞到我有点压力了。廖师傅，你要只是鱼丸的还是两个餐？不可以再失手了。不可以，对，不可以。我觉得鱼丸都可以了。鱼丸可以啊，虾丸不要了啊。你一包过年了啊。好，廖师傅成功，我们就跟他下单买锅。来，表弟来。紧张啊，我给他压力啊，而且廖师傅你铲得上来我们就买锅。哎，这两边是我铲的，了吧，这两边我铲，刚才没有压力铲的，没有看到，没有证据啊，没有看到，没有证据啊。我们来看表弟一位了，表弟啊，表弟你成功，我们买给你买锅。哥有学过了、其实你对他斯文啊 OK 啦，拉上来就是平底垫板拿来摆过来。哎，爆了我跟他爆了，我铲，来，好，他爆了，教师傅有压力，一定有压力的。好 ，OK 啦，勉强过关啦，勉强过关，哇，哎，勉强过关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作业啦，你吃单吃啥的吗？很大压力的啊，每次大压力的，哎，这里两粒蛋了嘞，这个我怎么拿出来？要这个要调味道吗？调味道啊。其实它有点咸味的，当然我们可以调一点，我调味道，我调给大家了哦。嗯，到时候来，我们要一包的虾花是吧？对，我要一包的虾花。OK， 我们这个是你咕嘟的虾花，你可以放虾花，你可以放鱼花啊，什么牌子的都可以啊。啊，那我们有卖啊，你们可以过来吃啊。鱼花的话，你可以放烧起的，调点味道啦啊。调点味道是放什么？胡椒粉一点点啊。来，胡椒粉，表弟煮菜很喜欢放胡椒粉的。没有一点我喜欢的。它只要胡椒味啊，盐一点点啊，不要太多啊，盐一点点而已啊，一点点盐就好啊，不能很咸啊。我放一点麻油下去，为什么要放麻油呢？香到隔壁村啊。啊，有麻油就放麻油咯。因为怎样，鱼还是海鲜嘛，海鲜会有点腥味。这个虾花好吃啊，这个放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嗯，一点点就好啊。啊，那当然，你要可以放一点点味精啊、鸡精粉都可以啊。啊，你可以放少许啊。来，我们倒一点点鸡精粉啊，放茶匙可以的啊。啊。
那我什么调味料都不要放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藏地啊，像还要味道没有藏重了咯。因为整只我们要包上来，我们当剪没有味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来打醒他们。不打你不可以。还有你讲你要不浇水，我打一下就你讲你的盆感情。你不浇那个人骂那个人。打小人啊！为什么打呢？打到他的肉，哎，那个鱼花扎死了啊！啊，我们这个是用这尼姑肚的鱼花，所以你可以在我们店啊，我们店有卖啊。啊，哥哥有练啊！给大家看一下你的二头肌。哇，有练哦！哈哈哈。OK 了，可以了，把石头石架可以了啊，啊，几乎可以了啊。来，你我说一下啊，你戴戒指吧。哈表弟给廖师傅打。廖师傅没有力啊，今天。今天不来了，对对。Mix with plum paste 啊 ，very nice 啊。我们有掺那个虾滑吗，表弟？没有，这没有掺。没有掺啊，我们没有掺。可以掺吗？可以。可以 ，You can mix。虾花也可以，鱼花也可以。啊、你要虾花和鱼花都可以，我比较喜欢吃虾花。啊。OK OK 可以了，我们接下来拿包来包，我要拿个东西来包。说我们就是。打到啊，扫了过后，我们就包完。OK， 这个砧板呢，我这里也有啊。虾花一包多少钱呢、啊？我们这一包多少钱呢、啊？啊？虾花一包多少钱？多少钱不懂了。对，咱卖东西还不懂啊。来，虾花换酱油啊。你可以选择放酱油，但是我们放盐啊。放加油它就黑啊，不是黑就没有这样美了。出分16块啊，虾滑、啊。我们现在你破块啊？以前呢、啊？我剪了、啊，都可以。破块小屏幕。剪了、啊，你输了、啊。一楼啊，输剪了你。今天你是？哎、不要这样，你今天搞到我大压力了啊。来一个汤匙啊，来一个汤匙。哎，这个不一样哦，这一种虾滑要打吗？这个鱼滑来的，鱼滑、哦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讲它的浓稠度跟。跟平时我们做的对这个比较扎实，你看发现了啊？你是讲那个虾，那个鱼花比较新鲜，比较扎实。对，我们平时外面买的那种没有。啊，我突然间看到你这样做了，我这样有个错，叫我们来教我一下，教你啊，医生，我熟悉了啊，可以，按下教你。其实我没有怎样，没关系，你对了嘛。这个要斯文一点，因为单皮单皮要破了，哎呦破了，不要不要担心破我还有一片，小弟你这搞砸了嘞，拿一个水来，拿水，为什么拿水呢？你是特地做吃错示范的是吧？错示范啊！今天为什么我们手摸到水的时候，它就会黏你的嘞？啊，不会黏你。这个廖师傅没有想到的，啊，就是说它不会黏你的手。你看，啊，这个是有料的人啊。OK， 来。我口水都下去了呢。你要多扁啊，扁扁啊，像阿扁这样扁啊。OK， 够吗？够扁吗？可以吗？够不够？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没有？有两片，我有两片。两片啊，留一点给我，留一点。好像爆了了喂。会啊 ，Oh my god， 看到要输了，冷笑。哈哈哈！来，我们要放芦笋啊。啊 ，OK。那个皮简直是爆了啊！上面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你看它不会爆的，跟你讲。我们再挑，来放到甘笋，甘蓝笋啊，晶莹啊，甘笋啊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可以吗？慢慢相信我，弄点水，哦，很健康哦，这些东西要有很细心啊，很细心的。嗯，哎，因为蛋皮这么多了，你不用担心它了。哎，廖师傅好可爱呀、啊，可怜没人爱呀、啊。哎呀，OK， 这样就一剪了、哦、一剪了。啊 ，OK， 啊，释放的那个。等一下要煎的是吧、啊？这个。可以要煎的啦。哎呦。要蒸来煎，要蒸来煎，蒸要来蒸。Okay、要来蒸啊，啊不是煎啊，要来蒸。让我们再做一包水。来，还有一片，还有一片。过来。来。还有一片是廖师傅做还是表弟做？我做啦，你做啦。我手又拿到。又爆我是吧？喂。哎，这个蛋好像很辛苦的，又难做又难伺候啊。现在我们已经了啊，我们的虾滑就是一包就是两个你可以在你手上压压掉，再压下去都可以了啊。啊，
就是我们要拉长啊，就是了啦。手要有点水分的，不然粘在手上啊。我可以用那种罐头嘟纳嘛，会有点不适合吗？不适合啦，因为我感觉到好像嘟纳这样子。这个还可以啊，它可以拉长一点。你可以，因为蛋皮很破了，你可以拉长一点点了。这里还有一点点，是要浪费吗？这个还就是肉来的。今天的气氛很好笑啊。好了，我们都一起学习了啊、哦。还有2500啦，再继续留守啊、嗯，看我们可以上2000G吗？嗯。啊，2000G了。OK， 可以了，我们就放个。甘銀筍啊，甘銀筍，哥，你该放多一点，因为我们大哥嘛，我们金银火尾的味道，就是火尾放一个，四季如春，我四季如春，那你个春，鹌鹑的鹑啊，鹌鹑的鹑啊，我要加鹌鹑，哎，你放太厚会不会爆？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你看这个梁，这个要拉上去，拉上去，嗯，啊 ，OK。哥哥有念的吗？一条就开始抓到技巧了、啊，抓到技巧了。啊、对。OK。我表弟头发长了很多、哦，要告诉人家啊。啊，你说。嗯。对。啊，就是放在一个锅盆里面的。嗯。嗯，这样子。斜放。对，斜放，因为要蒸吗？嗯。OK， 水滚了。水滚。来，我们要蒸啊！我们用电子炉啊，这个。OK。所以我们的炉可以用电子炉、煤气炉都可以。OK， 这样我们今天就放在这一边，大火的时候给它蒸。蒸一个大概15分钟啊，12到15分钟，12到15分钟啊，就好了啊。所以我这边set时间。12到15分钟，我们就13分钟，点13分钟半。十五啊，这个很美啊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结果啊。OK， 会不会反射？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很多朋友他会，因为我们本身是做锅子啦啊。所以我们对于锅子都有一定的研究，可以这样讲研究了啊。研究啊，因为我们研究与经验啊，研究与经验，因为有很多朋友现在他讲，我的锅口啊，有一些蒸笼是放进去里面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些蒸笼是放在里面的，好不好用？我只可以讲，如果你放在里面的蒸笼，你的蒸笼水就不会放太多。Okay. 然后你的东西又不可以放太高，所以我们这一种呢，你可以放多一点水、okay. 啊，你可以蒸多一点东西，这样的一个好处。蒸，可能大家不明白，要是我们讲什么、这个蒸笼放在里面的意思什么吗？对，蒸笼放在里面就是在这里叫蒸笼放在里面，对吧？它的意思，对，它的蒸笼是、这个、蒸笼放在外面，外面，你就可以蒸多一点，可以蒸多一点、可以加紫菜吗？西边可以，加紫菜就不错啊。这个是另外，请问这个是牛头牌吗？不是，它是 Wondershare，我们这一个 Wok 是180五层杠、我们用的是日本的。304的五层杠，所以我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五层杠啊，给大家看。OK， 好 ，OK，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这个是什么东西。杠，等一下，好吗？好。这样，既然我们今天都做到差不多七七八八了，我们就进入我们最重要的环节。可以，现在最重要，大家留守啊！现在是个非常关键的个环节，来，我们请廖师傅啊，来，我们拜这里。我们今天新开张，我这个 Wonder Chef 日本干锅啊！ Okay. 我在这一边公布啊，我们在这一边吉隆坡很多朋友都找不到我们的 Wonder Chef 要去哪里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一次正式跟表弟这一边做一个联盟，就是你们想了解 Wonder Chef 多一点的东西。整个产品的完整的系列，你都可以在表弟的对，在我们这里可以找到 Wonder Chef 的产品。唯一一个啊，上面就是叫专卖店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间专卖店，什么价？等一下告诉大家好不好？ Okay, 所以我们一公布了过后，一开张了过后，我们就公布价钱好不好？对、okay, ，好。要拉，没有意见的没？当然知道了，听啊，欧哥，听懂话啊 ？OK。黑哦，哇哦！我们的 Wonder Chef 在表弟的旗舰店有卖啊，所有的沙波浪章都在这里啊。日本销量 number one 的品牌。啊。有点风险的上面看没？哎，这讲读这个我不会读哎。比一般的吹剂，吹剂啊，吹剂节省90%。表弟，你的店来的你不会读啊？啊，我们有巴黎的
八厘的了。七压锅专家。OK， 我们玩的算是七压锅专家，所以我们这一个是从1951年就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在日本，所以我们这一边，日本字我不大会读，但是我会读瓦达西诺。不会读了，然后就不会读了啊！日本明白。我们这个是我们斯隆哥的，这个是我有点还没有学完，我学完了我读一次给你们看的。然后表弟，对，我们也给那个我们的社长啊表扬我们，在我们七亚国表弟是 top 秀啊，他自己的领域的 top 秀。这个是我们玩的 chef 的社长颁给表弟的这一个，对，伊藤先生。颁给表弟的这一个奖状，伊藤先生还是日本气压锅协会主席来的，对啊，气压锅协会的主席，谢谢大家的顾客OK， 所有的我们说我们今天会给优惠今天只先。今天我们 special 给大家，因为这个是特别配合的。对，有人问蒸锅那个水会滴上去吗？哪一个？你的蒸锅，这一边可以开了，开这个头可以开。请问煎那个面粉糕那个没有放油会贴锅吗？ Okay, 那这样吗？开了。我们就开开了。这时候你可以开给它透气可以透气。刚才带个煎面粉糕没有油会贴锅吗？一般上是会的，因为你没有油会粘的。最少面粉一层，一定要一层的。一定要油一层的油啦。油不用放太多。我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当为什么我们水分会滴下去的吗？水分滴下去的主要目的是，主要原因是你的火太大，它蒸汽太快，蒸汽太多，跑不出去，导流。对。那么如果你要不要它导流的话，当它一滚的时候，水一滚的时候，你就把它的火开中小火，就是它的气够，它的气孔够，那个气吐出去的话，就不会有水分滴下来。明白。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原理来的，原理来的 OK， 所以这一个我们公布价钱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道炒饭在尾这个是金包银金包银炒饭金包银干来，我们只有一个款对 OK， 来，这个是有什么？一个锅盖，一个蒸个，还有一个锅我们的配套是买炒菜锅，因为这个锅子快要起家了真的是对不起，因为最近我们接到很多 notice， 就是通知书，我们的包装的纸箱要起家了，运输起家了，然后原材料起家了，这些零件起家了，全部起家了，所以搞到我们也没有办法。OK， 这个锅有什么？有包括什么？40cm 的锅，40cm， 然后我们现在呢特价。就是原价是1288的 ，OK， 1288，我们现在特价就是858，送你们这一个很好用的煎匙，这个煎匙是quality的，quality 很好。这个如果你们想了解，58块一个，58块，你们想了解，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。Wonder Chef 的 ，OK，Wonder Chef 的。然后为了配合，为了特别今天特别的，为了配合大家今天这样支持我们，我们今天做多一个 offer。就是这一个蒸笼，就是说送给你这个蒸笼这个蒸笼原价228，这样扣一半够不够？诚意一点吗？扣一半，所以扣一半也不够我已经跟老板讲了我讲老板扣一半也不爽两位数，所以老板讲本来是讲110多我讲不爽。老板讲，这就99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就69块。对，我们会有一个锅40cm， 还有一个蒸个，这个盖是跟那个锅一起来，还送多一个铲所以你们买呢，一定有个铲。不够，没有了，最没有了。最低的，再来就没有了，就下轮就是下轮的起价了。OK， 蒸笼也起了。OK， 来说我们会有一个盖，然后蒸个，还有一个锅还送你一个铲子，所以总共是958块呀。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90块，新加坡390这个 A 一加一，新加坡可以买，新加坡对因为我们的锅原价是1288，然后这个蒸个是200多，
真客228，原价228啊，这个。这是用99块买的哦，99。新加坡的粉丝虽然给运费啊390啊，但是还是值得了，因为扣完给你了。嗯。OK， A E 加 E 啊，啊，下一期就是起价了。OK， 所以就是我们的完整的 preview 是在这里喽。OK， 啊，有玩的这些东西啊，包括这个，包括这个。所以这个大的阵容可以蒸什么呢？你今天可以大只的鱼，这一个大只的鱼之外，蒸蛋卷之外，我们有试过蒸发糕，对，发糕，啊，还有蒸什么？过年最好用就是蒸年糕，大，哎，年糕也可以。蒸鸡，还有就是蒸大发糕的那个猪螺的，猪螺的，哇，那个够力啊，那个。来，如果不要蒸个多少钱呢？只是锅和盖，啊，一套。858，你要跟后台讲啊。送一只给你啊。啊，这只卧蚕，很好。可能没有啊，没有的。如果你们不要蒸个，跟后台讲啊，省99块，省下99。OK。啊。OK， 来。盆菜啊，我们盆菜啊，可以做盆菜啊，可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接近过年才做。OK， 来，送你们要下单可以赶紧下单 ，A 一加一啊，958块啊，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09块，新加坡390啊 ，OK， 957，957啊。那气有点小个哦，真奇怪哦。好，OK， 赶紧下单吧，谢谢大家，好用，真的好用。还有一道菜啊，我们卖的绝对是最高等级的质量啊。啊，这个锅哦，蒸包可以用小火还是大火？蒸东西我们一般上都是用大火蒸，才蒸到它的那个味道出来。对，蒸了先蒸了大火蒸过后，然后你好了，你小火都没。蒸个多少钱？蒸个我们优惠99块。有单卖的吗？真哥没有真哥，228块。单卖你要跟配套去的，他给你99块啊。OK， 留守啊，来我们朝下单的。金包银球嘛。哈哈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支持啊。什么锅？我们是那个五层杠铁，日本锅来的。日本锅是世界有名的。是的。两个国家。日本锅。两个国家的杠是最有名的，德国杠和日本杠。对。啊。OK。OK。来，我们现在做你一边讲，我们一边就做这个金包银啊。说我们炒饭是这里有几碗的饭？这里应该是，如果是煮的那个米的话，应该是2到3杯啊。OK， 2到3杯，阿妈留下来的隔夜饭啊。这个应该2杯了。杨师傅，你不会打蛋了，我发现到。吓到了！我只是要拿蛋白，蛋黄而已。OK， 我们有3杯米啊，2到3杯米，我们要蛋黄一个。啊，难怪还打扮这么小心。这个、难怪这么小心。嗯、今天有点状况吧？什么？对，那蛋白糖咱们得放下。是了，一直的要倒进去。紧张，因为今天这里呢。你的第一间啊，专卖店哦，你的第一间专卖店。现在是给粉丝讲座啊，给粉丝讲座啊。昨天没有睡到觉，看球啊。OK， 来说我们要3个蛋啊。最好尽量要3粒哦，最少都要3粒。最少3粒，因为最少3粒，可以到4粒啦。可以4粒的，我这边是3粒而已。3粒蛋，4粒它就比较金黄一点。我们3个蛋黄啊。我们的买招盖啊，真的很便宜。买招盖啊，说我们这个957块啊，有比较小的吗？暂时小的没有给优惠，我们有小的，我们今天只是出这个40cm 的 A1 加1啊。A1+1啊，957块，这么我一直讲958，957块啊啊，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09块，新加坡390啊，啊，新加坡和东马的运费虽然高啊，但是啊，超值得啊，还不够蛋啊，不够蛋，我们要全部金黄色噻，要金黄色，所以如果你们要做金包银，就是先把这个蛋黄搅进去。要师傅手抖，我的手抖，他没有抖啊，被你们讲到抖掉。真的，我是有点抖啊。他被你们做多一蛋来啊，来蛋黄而已。啊，这个是师傅的，师傅的 pattern。单手打蛋啊。单手打蛋。我宁给 Mickey commission， 是吧 ？Mickey 对，做慈善家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表弟到底电饭煲有 offer 吗？没有 offer 今天。可以订这些吗？可以，玲玲翁，你跟后台讲，你订这些，我们订一台给你。OK。然后你要给钱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大概几时付款就可以了啊。啊，我们可以订这个价钱给你先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如果是不是现在给钱的，你可以跟后台讲啊。你们下台先，你们可以下单先。你要月尾给钱，或者是可以吧？月尾给钱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月尾给钱也是可以的，月头给钱也是可以的。啊，
你跟后台讲一声就可以了，我们留给你。OK， 看到吗 ？OK， 哇，就是这样了。这个观念很好吃。调味，调味，调味，来，我这边很简单啊，我叫我，盐一点。盐一点啊，半茶匙啦啊，半茶匙的盐啊，来半茶匙的盐啊，半茶匙的盐，哎，胡椒粉少许啊，胡椒粉少许，少许的胡椒粉啊，来啦，鸡精粉要吗？鸡精粉我不用，我今天我用炒饭粉。哦，炒饭啊，炒饭粉。这个有咸味啊。这个我买那个外面的，这是什么买的？炒饭粉，炒饭粉。哇、哦，还有盐放少啊，这些青辣。哦，你放多点盐了，青辣是中华的意思啊。一点点而已，这个放一点点，放一点啦、啊。这个是什么买的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。炒饭的味道啦，洋葱炒饭的。哦，这是它已经调好了是吧？因为刚才。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这个，现在的东西都别厉害啊，加厉害就好啊。对，胡椒粉什么都有了啊，这有了的。你可以，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去做啊，我们就是用那个快速的 ，OK， 调味啊。来，给他咸一点啊，咸点。OK， 那我的蒸的东西已经好了。哦，蒸东西好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，要打开吗？还是我的蛋煎？来，耶，如意，通常如意蛋吗？如意探险，如意的铃，他都讲完了，对不？来，铃铃梦啊，你要 A 一要连在一起啊 ，A 一要连在一起了。一二三，哇，哇，它是发出来了，回归了，这是代表已经熟了，因为里面的鱼花已经熟了。你要切了嘛？要切了嘛？等一下才切，所以我们要跟它冷先。你看我们有给蒸个嘞，我们的蒸个是凸出来的，在外面的，不是在里面的啊。我们的蒸个好管理，你看蒸个很大个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拿买蒸个了，我觉得。99块，有蒸笼比较好的，可以有蒸笼，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对，有时过年有真的有味道的，你都可以蒸一公斤的鱼啊。蒸一公斤的鱼。所以刚才我们把所有的那个蛋黄给搅均匀，然后还有调味料搅均匀了。麻油来，放点麻油。这个香到隔壁村去了。这个香到隔壁村了。这个你的麻油。少许的麻油吧。叫麻油头来的麻油头。麻油头。麻油很多哇，是不是很香的？Very good 啊 ，OK， 可以了 ，OK， 开工了，开工 ，OK， 来 ，OK， 首先锅要干净，没有水分啊，麦干了啊，看完好，给它烧起了，给它热啊，然后我们先放油，放油，放油，油少许，我们有好的锅，我们可以这里啊，刚才拿我，米奇可以问有没有35C m 吗？有30、35是啊，30几、36、32，我们有32、36噻，32，但是没有做优惠啊那个。我们没有做优惠，我们只有40CM。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优惠，是这个40CM。国产的，他们的老板给什么优惠，我们就拿什么优惠了。已经买的锅有单卖蒸个吗？单卖蒸个228，但是如果你跟这个整套买的话，99啊，另外卖啊。因为 ，OK， 我们炒饭呢，我们油不用多啊。OK， 所以我们要放那个蒜米爆香先啦。给它有一点油温啊，那个油温够热先。锅热要有看。等一下，你们留守，我们看这个锅可以煎鱼吗 ？OK 啊。你看啊，刚才油不够，这个油一定要有油温嘛。锅干生了，你放油，你要有油温，什么有油温？你就摇摇一下，摇摇一下，准是给它的整个锅有油。你看呢，发亮了嘞，它的底部照到我。我们先给它。火放多大？我们火放很小，小小。这个最大火也是这样的。我们最大火是这样的。这种 gas 热跑不到多大。你看它有油温啊？有油温吗？你看有油温啊？米奇上次买的锅有没有大有没有小的蒸个？好像没有是吧？没有。32CM没有小的是吧？像32CM的蒸笼另外的。另外的。另外的 ，OK。所以那个油已经差不多够热了，看到吗？啊，差不多够热了。对，有油温了。有油温了吗？一条条的纹路哦。给我一个吻，油给你们啊！来，蒜米爆香先，来蛋炒饭了。来，我在这里。啊，这个放虾，蒜米过后我们放虾啊，一个包啊，够了，你还有这一点都放完它进去了，比如35CM吗？没有啊，今天我们40CM吗？有一个36、32噻。没有32哦，我们有40和32罢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优惠啊，你40CM，我们今天优惠是40CM。来，我们炒一下，先给它炒。没有38，我们今天没有38。嗯。玩的现在只有40和32。40啊。40啊。OK。
可以不用不急的，你看它慢慢煎啊、哦，不急的。不用急，煮菜不要紧张哦。不要紧张，因为我看过很多朋友煮菜哦，一放下去哦，哇，就很刺激了，一放，哇，炒了，不用了。这样要煮煎蛋的时候紧张就会爆火了。请问这个锅要开锅吗？不会铁锅是吗？不用开锅，它会铁锅，你要放点油啊。四十是大的吗？对，我们四十 cm 是大的。我们把我们的饭粒啊给放进去啊。然后放进去也不要紧张。慢慢炒，因为我的火很小，所以我慢慢炒。我们的火不大，真的是。来，可以给它上两千七吗？现在2500，我们上两千七好不好 ？OK， 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下单啊。我们呢是一个锅四十 cm 的，还有一个盖。哦，还有一个整个 ，OK， 还送你这个我们的铁盘，所以957块 ，A 一加一啊 ，A 一加一啊，要够油水 ，A 一加一啊，高啊。炒饭如果你放这样的油也是炒也是可以不容易粘，但是有些人讲炒饭没有咬舌，就没咬舌就来，请问会贴锅吗？不会的，你要不会贴锅，对，你要有，你要放油啊，对。你要够热，油够热的时候你再去煮的话，你就不会对。哎，所以你看我们煮是这样的，一直煮，煮到它整个那个米饭松软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成功了。一粒粒的时候已经好了。会跳舞的饭。你看都不会需要贴锅，你看。都没有贴啊？你看有贴锅吗？没有啊。你看有没有贴锅？哇，金黄色的你的饭炒饭，那个蒜泥香味啊，真的是蒜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放什么啊？放一点绍兴酒了。哦，哎，对，酒香高多少寸？四十 cm。放一点酒香味啊，那饭有酒香味。我们这是四十 cm 吗？旁边那个。来，我们放一个盖。对，酒香味，这个酒香味。哇，这个香哦。哇，马上上来呀！哇，马上精神了哦，就是说。哇，马上有食欲啊，这个开胃。来，要出，哇，那感觉到有那种味道。我可以啊。请问是不是送铲子？对，送这个铲，58块的铲。它好像、如果你昨天买就没有送铲哦。我闻到好像李派林的味道那样啊。哦，李派林，香不香？李派林。那个LB蒜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直炒哦。不管你今天是炒这一个金包银也好，或者你今天你是炒煎炒饭也好，或普通的炒饭也好，你不要这样紧张，你就一直让它炒到整个那个米饭一粒松松松松会跳舞，那个时候就好了。我们的这个火也开不大，很大火这样。最大火了。我们最大火是这样子的。最大火是这样。我尽力了。多少 cm 啊？锅干去啊，40 cm。好，我们好，来赶紧下单嘞！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我们这个锅啊，我们会买这个锅，这个原价1288，1288块。哎，我们优惠了吗？你买了这个锅，你放心会煮了，以后我会廖师傅会长期来做，售后服务，所谓的售后服务啊，不是你懂锅坏了，不是。教你怎样用这个锅来煮菜啊！来，我们会有一个锅盖身的，还有一个锅身啊，三样东西再送你一个廖师傅的这个铁铲啊。OK， 这个才957块，会贴吗？我们没有贴过锅啊。来，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09块，新加坡390啊。最怕是不够油啊，你可以饭炒饭一定要放多油啊。有油水啦，人家炒饭放油多啊，它就够。都那个量这样啊？请问这个是牛头牌吗？不是，我们的是这个 Wonder Chef， Wonder Chef 日本啊，日本品牌，日本刚来的啊。Mickey 有去过他们的，对，还记得我们去他的厂家看了。OK， 哇，很香哦。Stand up too， 饭开始送了。来，这个是什么铁了？钢铃是五层钢啊。那个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个五层钢是什么意思啊 ？OK， 来，那你看啊，我们炒到什么程度啊？炒到哪？你看啊，那个饭是可以跳舞的，你看松松的。哎，这里，你看这样松松的，就是好了的。OK， 你看有贴锅吗？没有贴锅啊，没有贴锅。来，五层钢是这样子的。五层钢是这样的啊。OK， 它的五层钢啊。它是里面还有两层的啊，在里面就包着的。包着的。我放点葱。OK， 可以，一定要葱啊！谢谢你们教我。好了哈。可以用电板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我们也是有用电板的，我们的电板。电磁炉啊。关火了，好了，关火。OK， 来熄火来。然后你就可以吸到那个味道。来，等一下我们教这个怎样用电炉啊，因为它是圆底的。圆底你就要放那个什么？放
很像我的牛头牌啊。梁师傅，你有没有跳舞？换跳舞。你没有跳舞啊？跳一下。先是来煮菜要跳舞啊。有听那个大哥要。那个虾放上面吗？你先拿放，哇，另外放是阿卡放鸡蛋。哎呦，以为只有你懂哎，跟我老爸这么久都不懂啊！哎呦，怎样带你去啊？就是没有带我去，我才见识不好哦。没有见识啊，没有见识啊。你看拿这些虾有可以看一下煎鱼吗？可以 ，Andy， 有求必应啊！煎鱼如果按米口按米的烧的话，这个锅碗按米的话你可以下单啊。我们没有32cm 啊，我们只有40cm 优惠啊。我们优惠没有32cm， 32cm 有卖，但是没有优惠啊。啊，但是你虾太多在上面又很难看哦。没有，不会，啊、会难看吧？不会。等一下，你们留守，我们煎鱼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小弟，你有准备鱼吗？有，准备好了。退冰了没有？退冰了的。哇，这炒饭18香，18香啊，很香。多重？锅身2公斤啊，锅盖1公斤，好、哦，那么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整个的，五层钢铁。这个呢？要是放在这个吗？对、哎，放在这个旁边吗？没有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不要放，你要放哪里？他又不是主人家，你才是主人嘛，你的自己有 gay 你不懂了没？见识多、哦。我们叫礼貌上吗？哇，这样才是炒饭啊，会跳舞的炒饭啊。哇、哦，很大碟，很大碟。这个叫金包银啊，还有一碟饭来这里。这啊，有碟饭。So big for me 啊 ，Yeah， 其实啊、有用到，有如果想要的话可以下单啊。啊，很美。给大家说，这个是我们金包银啊。那、啊、锅是一体成型，一体成型的。你看我们的是锅饼，锅耳这里啊是连在一起的。锅耳是在连在一起的，这个是我们专利权啊，专利啊，我们的专利。对，我们会给你一个锅身、整个锅盖，还有一个铁铲，嗯，58块的铁铲啊，来957块原价，这个锅身呢是1288的1288。A 一加一啊，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09块，新加坡390。新加坡的粉丝值得买，虽然优惠贵一点，但是扣单也是便宜啊。啊，也是便宜。这个锅我去洗了，你洗。你洗了，你解释啊。我解释啦，你解释啦。来，我解释啊。来。OK。要哪个解释啊？对，如果是还留守的朋友，你们就啊，如果你们想多了解我们锅子的话，可以用 induction stove 吗？可以 induction。你看我们是这样用的，我们有放一个垫底的。我们有放这个东西圆圆的，因为我们底部是圆的嘛，我们放这个就可以，你就可以走电路了。嗯。如果只是买蒸笼啊，可以蒸东西，下层可以放水吗？只是买蒸笼，下层可以放水。下层可以放水，下层是有放水啊，有放水。什么放水啊？啊，有放水啊。而且我们的蒸这个蒸笼啊是在外面的，不像放在里面啊。在里面你蒸不到东西。啊。哎。所以你看我们的炒饭鸡没？一点点的油。啊，如果普通的话，我们会放很大量的油啊。来，我们现场煎鱼给大家看啊。我会煎鱼 ，OK， 我会煎鱼，我会告诉你们技巧啊，我会告诉你们技巧，几样技巧你们要知道啊。你们要知道。我们廖师傅应该不会失手啊，因为这个煎鱼是他的专长，最拿手的。煎鱼，首先还不要开火，先把锅底抹干。抹干 ，OK。不要开火。再来开火。啊，再来开火。下面有原价有送吗？那个有送吗？那个？哪个？哎，你这个底部了。那个另外买的 SSD 来的 SSD 的另外买的，哪里可以买到 ？OK， 外面都可以卖的是吧？外面没有的，我们自己设计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。记得如果你们是家里有鱼，记得要处理一下啊、哦，记得要处理。怎样处理呢？你们买了这个鱼回去过后哦，我是建议你们最好呢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你一定要把它抹干。哦 ，OK。啊，锅子如果你的那个食材越干。食材越干，煎东西越不会粘。越不会粘。所以我们以今天的这一个来看的话，因为这个鱼啊还在退冰啊，退冰的话，这个鱼会一直出水。你看到吗？一直在出水，我抹了它都还是在出水的。圆的那个垫底在哪里买啊？他们玩的是有卖。有的。
不会贵的是吧、啊、这个东西不会贵了，不会 贵、啊、你如果要的话你跟表弟讲、欸、我们可以 request 给你、啊、可以的可以的 okay? OK 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抹干，越干越好。这样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，可能讲哎呀我的这个鱼一直在出水嘛，你看这个鱼一直在出水结冰嘛，对不 对, 对它还在推冰、哦、里面还有一点点的，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程度情况下呢，我是建议你最好放一点粉下去。什么粉啊？你放面粉也可以，面粉也可以啊，放面粉也可以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去煎，这样如果你的这个鱼呢已经有足够的推完这个水分推完了，这样你就给它抹干、风干、晾干，哦、啊，然后你这个摸下去是干的，你煎东西都不会粘的，这个是技巧了，技巧在这一边。啊、okay, 所以很多时候，如果你有看过我做示范，你会看到我哎，通常都会有拿一块纸来这样稍微抹干。啊，稍微抹干了，这个是技巧啊，贴息啊，贴息的，所以这个我给你们知道，没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一定要给你们知道，不然等你买了回去，你们讲，哎，这是为什么你会接东西会，我叫接到你的脸，对对对啊，我们一定要告诉你的。来，我们看六师傅如何煎鱼啊，所以这个一直还在出，所以它还刚刚这边有面粉吗？还是面粉有啊，或干粉可以吗？干粉呢？啊，这个呢？啊，这个是什么粉？马铃薯粉，马铃薯干粉那比较好一点。干粉没有面粉，面粉有吗？没有。哎，你去说哪一样？OK， 我们进了。如果有面粉是最好了，没有再。如果你们有面粉放面粉 ，OK。如果没有面粉，你就给它一直干剩，一定要干剩就可以了。然后油要用多少？我可以很老实跟你讲，一汤匙。我煎鱼呢，通常用一汤匙。一汤匙。你煎这样小条一汤匙，我那天我去 supermarket 买啊，我去 supermarket 买啊，那个什么啊，那个 supermarket 有买活鱼的，我买那条非洲鱼，非洲鱼，大概一斤罗啊，大概差不多一斤，很大只嘞，大只，很大只嘞，我也是用一汤匙来挑战啊，哦，也可以哦，一汤匙来挑战啊，可以哦，哎，我这个我不敢讲哦，这个我不敢讲，哎，这个我要跟你学嘞，对，这个啊，要有一点点功夫啊，有点功夫，不只是功夫，要巧。Buffalo brand 啊 ，set of cookware 啊 ，everything same design 啊。我们这个是 Wonder Chef 啊， Wonder Chef 啊， Wonder Chef 啊， OK， 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我们 Wonder Chef 有自己工厂哦，Vicky 也有去过嘛，对，我们日本那边有工厂，对，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有代表的工厂，就是我们Nissin那一边，上市公司的工厂，所以你们可以过来看啊，真材实料啦，有时候我们讲真材实料啊，不怕的，好，面粉到，OK， 来。你看这样，你看的提速就是这样。我看的提速这样啊，我要省钱吗？你要省钱？你省什么？省钱就变成这样，你看。OK， 我先热油啊，先热油啊，你去。普通的提速都连在的 ，OK， 来，一汤匙了。来，那个面粉要上嘛？一点点了，一点点就好。开大火啊，炒饭，炒饭啊，或炒蛋用少少油会贴吗？啊？什么来着？炒饭或是炒蛋的话，不会贴，不会贴，不会粘，但是炒的饭没有那个亮度啊，没有亮度啊，所以放多一点油，它有亮度啊，那个亮度就所以粉啊，不是这个马铃薯，这个面粉一点点够了了，一点点够了，一点反过来呀，也是一点点的，不用涂均匀它了，不用不用，哎，放了一点点才涂均匀它。来看我们的油啊，一汤匙吧啊，一汤匙。How much thirty two cm 啊？ thirty two cm 走去后面 thirty two。原价1088啊，32cm 1088，然后扣掉的价钱是248。我们的这个32cm 是哪里？整套啊？对。它这个锅是848，加买这些蒸个还有盖这些全部还整个啊是1088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不玩，我们这个40cm 的，今天promotion啊，今天promotion $957，打上 AE 加E 啊。是嘛？因为30块东嘛，109块啊，新加坡390啊。Okay, the spoon set offer until when? This end of this month. Okay, 来。有28cm 吗？没有啊 ，Sky， 我们没有28cm 啊，我们只有40和32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们面粉是不是马铃薯粉？不是，面粉是面粉、啊。面粉就好了。啊，很多时候你们在那种五星级大厨师，你看到他有一块白布的，他在旁边的拿来抹干食材的。哦，是啊。但我们这边不可能天天都用那个白布啊，我们都
方便吗？我们用提速。我们没有28 cm 吗、啊？我们只有32和四。重要要给人家看啊，有纹纹、啊、有纹纹吗？你看一条条纹啊，有纹路吗？你看。Can I walk in Dubai? Yes. Kim 可以 walk in， 看要干嘛？你这样摇摇一下啊。对。要我是跟廖师傅学的，每次跟我讲要摇摇一下。你不会摇的话，就要这样摇。廖师傅应该很想跳舞。不会摇就惨了。晚廖师傅每天晚上都在摇啊。油纹你看到、啊、油纹、哎、有一条条的油纹你看到、啊、OK 我们只有一汤匙的油啊、哎哦、我们来煎整条、哎、啊就是一片的鱼啊、哎、一片的鱼就放下去用干巴沙的啊放下去、哎哦、要不要盖盖啊，我们一起盖的、哦，我们的盖盖多久？对，盖上四分钟，盖四分钟啊。了解一下 ，OK， 来四分钟计时啊，计时装小火啊，我们开小火噻，小火了，我开大火给你看，大火是这样 ，OK， 我开小火 ，OK， 四分钟，小火四分钟啊，一面四分钟，反过来四分钟，总共八分钟煎好。你有set时间吗？你会set吗，表弟？三分钟半了，现在。OK， 好，来四分钟啊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。十分钟。来问你我会现吗？我来先我们搞这一个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搞这个。来，我们现在切一下我们的那个蒸的那道呢。冷油冷锅吗？冷锅冷油。冷锅冷油，油热了过后才把食材放进去。啊、油要热，要有热温啊。要油温啊！要油温啊！要油温啊！让我慢慢叫。来，可以下单了。我们这个优惠是到今天呢、啊。OK， 如果你要迟后付款的话，你要跟表弟讲啊，到几时表弟这个？另行通知啊。另行通知啊，因为他今天才第一天 okay, 啊，第一天的做。问他老板到几时啊？这个我练不多。957块啊。不多啊，卖完为止，卖完为止。他我给不到。请问大小片都是四分钟吗？对对对，四分钟。啊，我们标准以四分钟来看。四分钟。啊，四分钟也要标准。啊，一公斤的鱼都可以用一汤匙啊。这个刀是清洁的啊，慢看啊。现在我们要什么？切你的完全蛋卷来帮我们切哦。有我们是吗？你是今天今天搞这个春节搞到很刺激啊！梁师傅，你是主角来的，不你不切。春节了，搞到我哎呦发哈了，有点压力。来，还有表弟要摆盘子啊！表弟摆盘。你要放那个什么马油尼是吧？等下我们做那个蛋液的啊，蛋液啊，蛋液，要银银质啊，对吧？你讲做蛋液噻，对。OK， 这是我们头尾，头尾不要，不是浪费，或者你不要，你可以另外吃的，另外吃。但是你可以放留给我喽，留给我喽、这个另外放啊，另外放。哎，这个有。因为在煮菜的东西，我们就是说头尾、啊、这些头尾不好看的，我们要收上来啊，收上来。啊，廖师傅不要逗啊！OK， 这个砧板啊，这些就是拿来切熟食的。来，整条鱼煎多少分钟？啊、前四分钟，后四分钟，四分钟我们反身就可以了。哇，廖师傅是左手的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放那里，放在这个那边，放在你心里。又放我心里，我这一句话又吓到你了 ，Vicky， 给你吓到了，放在心里。啊，要不要给他搬？算了，我爱上廖师傅了。哎呦，这样我们今天就共聚晚餐了哈。共聚晚餐了、啊。哎，在附近的朋友们哦，你们可以过来吃、哎。可以过来试吃啊哈。过来试吃 啊。可以试吃一下。Hello, good evening, welcome, 来欢迎啊、哎。等一下我们教你们洗锅头啊。哦，还有。教你们洗锅头。洗好，教到完。连锅都教你讲洗啊。我们的眼睛很明亮啊，哈哈哈哈。来，头尾又是米其次啊，有头有尾啊，好一头啊。来，我们的煎鱼啊，还有一分钟啊，少于一分钟了啦啊。那个有头有尾我的啦，你们没有得吃啊。来，你们买了这锅，不用怕不会用啊，我们会叫你陆续叫廖师傅来。做气压锅料理啊，对，那个炒锅料理，炒锅料理，原味锅料理，原味锅料理哦，对，慢慢的、啊，平底锅料理，每一样我都教你们啊，我会几多我就教你们几多，好，我希望每一个买了的都可以用到顺心顺手，顺心顺顺顺心顺意，是吧？顺心如意啊，一心所意啊，随心，今天要吃，所以办法融会贯通。廖师傅对如意词啊有一点
一直讲不出如意这个字。一直讲不出那个如意如意。OK， 来，我们来搞这一个了，来搞这一个了。我们的鱼可以反身了。十分钟了吗？十分钟了。OK， 我们打开来。噔噔噔噔，哇！一个汤匙哦。我们可以卷。还要再煎多四分钟噻。对，你看黄生煎四分钟。给我们六师傅去骂他的。我们去弄一弄那个爆炒先。啊，我要亲生。亲生不油。Hello， 下午好，来我们的钢锅啊，五层钢铁的这个日本锅的，我们是 Wonder Share。OK， 锅身、蒸个，还有锅盖啊，还有一个铲啊，今天直接售卖957块啊，有兴趣可以打上 A1 加一啊。OK， 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09块，新加坡390的运费啊，来可以多多支持廖师傅啊。OK， 廖师傅见再见。表弟每天都有直播了，对了，表弟。今天多做一些直播，FV6给大家啊，物价价值啊。OK， 你看看廖师傅，我就会每个月订他2天至少啊，订一个月。最少两天啦、啊，最少两天啦、啊，哦，这样才有意思啊、哦！这样的 ，Mickey 到底 2cm how much？ 你的店在这里了嘞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的32cm 啊， okay, 如果是 okay, 看这里来，整套完1000几啊，也用完了。32cm 也用完了。848啊，扣了848，扣到来848，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放啊，煤气用完了。啊，煤气用完了是吧？哦，煤气用完了。煎一片也是汤汁哦，对，啊。我们煎一片鱼是一汤匙啊，我们煤气用完了，还证明廖师傅很勤劳啊。好像前几天再换一只吧。是的。啊，前几天呢换一只吧。对吧？要紧张。表弟，表弟放到就是廖师傅有问题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对，他不是来，要关好了。来，先关好，先关好。我感觉到你的这个粥很有quality一下啊，这个有quality的，嗯，这个牌子不那么，哦，是吧？用表弟的牌子啊？有吗？表弟有，啊，表弟也是有的。哦，我们是普通牌。好，我们今天有了就是这个前面的，它是金瓜碾碎的，我们放那个。煎了那个日本豆腐，还有放虾 ，OK， 累到煤气都不听话。我们还有一个先给大家的炒饭啊，啊，金包银炒饭，然后我们有一个蛋卷啊，如意蛋卷 ，OK。啊，这个听话，这个听话，大家那个不听话。啊，来，我们继续煎鱼，反身4分钟啊 ，OK。给乐回去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有点状况啊。只要没有状况，很好。这个状况就是他讲他自己有状况。Yes， 的 ，Yes， 不好意思，拍摄。你忘记反射了？我现在给他有乐回去一点点。啊，这回去再反射来。OK， 鱼美不美啊？来，我们看啊，看啊，给啊，看得到吗？啊，而且我们这边放啊，来。可以吗？美的话给我一个板栗茶。来，美的话给廖师傅一个板栗茶。来，我们反身再煎4分钟。来，表弟，现时间4分钟啊。这是好的钢锅，五层钢铁一体成型啊。三四 ，OK， 4分钟。我们再反身啊，超简单啊，超简单。所以时间的被估量4分钟。你看时间也可以，你不看时间也好，一定熟的。为什么？四分钟一定熟。因为他这个中小火，那么他蒸汽不会跑。请问煎什么鱼都是一样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大概的一个 testing 了很多次了，四分钟是最标准的。啊，四分钟。哎，真的超值得买，957块。煎一只鱼啊。啊，957块煎鱼啊 ，A 一加一啊。啊。淋酱汁啊，锅身蒸个，还有锅盖，还有送你一个铁铲啊，957块，哪里找？超便宜啊，五层钢铁，我们是有名的品牌啊。那什么叫做五层钢啊？我先告诉大家，我们的五层钢是里面304，外面 OK 也是不锈钢，然后呢中间有加了3层不同的这一个叫做导热层。
导热层啊，导热层就是让它传热快了。所以这三层不同的这个导热层呢，是纯的这个铝啦，纯铝啊，然后可以让它传热传得更加快。OK， 就是外里面那层和外面那层都是三零四啊，中间的是这边是三零四，这边是导电磁炉，因为现在全部都在用电磁炉嘛。OK， 所以这个可以导电的这一个不锈钢。然后这边三层就是传热的这一个阿鲁米尼，就是这里啦，这个、对，就是这个，所以把三层已经粘在一起了，三层 我们已经融化在一起了。外面的那两边都是，在两边都是啊，这边是三零四，这个是导电的。煎 OK， 煎多片要多，这要怎样？如果要煎很多片的话，要多一样的。如果你煎四五片的话，可能你加多一两分钟。加多一两分钟。加多一两分钟，这样而已啊。OK， 哎，真的值得买啊，我们的这个。OK， 亮师傅的产品 Wonder Chef 啊，是有在日本排名销售量啊，排名第一的啊。OK， user guest can use 啊 ，OK， 我们用 guest 都可以啊。来 A 一加一啊，957块，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才9块啊，新加坡的运费。那你们看一下不同的材料啊，这是外面的瓜地皮啊。Okay， 所以一般上，如果你们在外面可能看到一些瓜地皮比较差的。单层的这一种是单层，一烧掉就黑。OK， 所以有些朋友讲，哎，我买的是304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也是304哦，这个也是304，但是304这个叫做单层的304。那个、一般上是买东西单层的，单层的，就是比较差观点。有时候五六样东西啊，卖你100多块，对。所以这一种呢，比较容易烧焦。你看你打下去都有声音了。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。棒棒棒，我们是打打打的，不一样的。啊厚 okay， 高音高音，这个是男高音、okay。 然后呢，很多朋友呢，他讲，我知道这种不好，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去外面买的哪一种呢？中间隔上，中间跳上来，底部加了一个，你注意一下看家里有没有这样一条线的。这一条线的，这边厚厚的，但是这边薄薄，所以这一种锅子呢，叫护底，叫做护底锅。锅底锅呢，底部热，但是上面冷，所以你煮东西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很多朋友跟我讲，我煮菜一定要开大火，不然这锅汤不会滚，因为传热传不上来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省 gas 啦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小火就好啊。整个是多层的，整个五层的，五层的，整个五层，所以整个五层的话，热会传上来，热传上来的话，你就不用用这样大火，中火就有大火的效果。小火就有中火的效果了这样的，对，所以一点点热哦，你看我煎鱼真的是一点点火而已，小小火，我们的一点点热，整锅都会热的。小火，整锅有几热哦？毕竟你可以摸一下啊，很烫哦。什么叫一点热整锅热啊？你看那个火就小，对哦，你不用摸啊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耶，烫手的 ，OK， 所以我们闭也已经闭好了 ，OK， 来四分钟了，鱼了啊，一二三。老酱，对，那个碟有吗？哪一个碟呢？来，碟有吗？碟这里有。哪一个碟？你看我有鱼刺了，我有鱼刺，有单刺。哎呦，对，你没有发现到，油其实还在这边呢、啊，看到吗？油还在这边。我们的油根好像根本用不完这样哦。用不完了，还是那一汤匙油。那油还在里面。还在里面。OK， 来说我们的这个就是五层钢铁啊，我们的锅身，还有蒸个，还有锅盖，还有一个铁铲啊，铁铲廖师傅OK， 整套啊，我们是957啊，957，好、啊，有兴趣可以打到 A 一加一啊。哇，够美啊 ！OK， 运费方面，西马30块，东马109块，新加坡这种鱼是最好吃的，因为它不会干啊，手脚快，熟悉熟悉，手脚快一点。煎完了，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胶质在这个锅子里面，你就会觉得哎呦很难洗，要怎样洗？没有关系，我教你洗，好吗？所以我们趁这个锅子热的时候啊，我家里通常是这样的，倒一点水下去，倒一点水来，倒一点水。锅子在热热的时候，我们倒一点水进来，倒一点水啊 ，OK， 倒一点水再倒，可以，多一点，一碗了。OK， 那如果你家里有钢刷，你要用钢刷刷可以，可以的，不怕花吗？不怕花的。你家里没有钢刷，你家里用菜瓜布、菜瓜布、青瓜布、菜瓜布一样洗，
也是可以。你今天连菜瓜布都没有，只要你只剩下提梳，也可以洗。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提梳可以洗吗？提梳一样可以洗。OK， 丢下去，擦擦一下。啊，直接来，擦来擦啊。擦擦擦。OK， 当然这个是最容易喽。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当做我们没有擦，没有那个铁铲和菜瓜布啊。你看。哎，你别过分了一点。过分什么过分？OK， 看到吗？啊，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。所以我们通常如果你要煮第二道菜，你这样用热水这样去洗一轮，然后煮第二道菜。嗯。这样如果你煮到完了，所有菜煮完了，你就可以真正实事去洗肥皂水。哦、oh, okay. 啊，你不要一直洗肥皂水哦。哎，一次就好了，最后才洗肥皂。煮完了还洗啦、啊。煮完才洗肥皂水。对，就是这个水倒掉的话，就可以再煮、啊。倒掉，冲一冲水，然后我们又可以。还再放进去就可以洗了。对，可以的。OK。OK， 现在冲水来，我们煮了另外一道菜啊。啊，来。哦，还有菜煮是吧？你们。对，还有一道，还有一道。OK， 我们煮了就一道啊。好，谢谢大家留守啊，两千人还在呢，谢谢你，还有那么多人留守啊。你那边煮吗？对，我这里煮了。什么原因锅会变黑？什么原因锅变黑？变黑有两个原因，第一就是煤气炉，有一些那个煤气啊，有一些朋友的煤气炉啊，火太大，有红火，红火，红火烧到黑黑啊，烧到变黑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的锅子不均匀，就是你的锅子传的不均匀。所以如果你锅子传的均匀，它是不会变黑锅。哦、oh, ，OK， 啊，不会变黑锅。你的锅子不够均匀了、啊。哎 ，OK， 所以炒菜的时候留一片来，留一片菜来洗啊，除非你连滴水都没有啊。这里煮，这里煮了。啊，因为没有用洗锅啊。OK， 那超简单啊，说来957块啊 ，A 一加一啊，可以支持我们啊，支持我们的廖师傅。所以我们煮就到稍微慢干。现在是煮什么？现在煮什么？没有，这个蛋卷没煮完呢。蛋卷啊，蛋卷的。吃下去了。OK， 来蛋卷啊。还有灵芝。还有灵芝是吧、啊？做那个酱是吧、啊？过淋一点芝也是 OK 了、嗯。哦，我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、啊、还有啊。淋一点芝啊，比较好看。师傅说的对啊，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。当然。不是开玩笑，一分钱一分。我们就煮第二道菜了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不用去洗，所以锅的时候到最后才洗哦。嗯、所以你看啊，干身啊，要慢干身就不放冷油下去了啊。OK。然后如果你家里，所以很多朋友讲，你干锅到底可以用钢刷吗？这个是一个迷思。钢锅可以用钢刷，当然，因为钢刷是来刷钢的吗？对，钢刷的发明就是来刷钢锅的。啊，钢锅的发明不是来洗。我觉得我用这个会给我妈妈打。可以的，你就刷，但是你刷要有技巧。我们是在打圆圈刷，你不要这样来刷，打圆圈刷锅子就美美了。啊，来，我们换刷米包箱啊，我们现在煮那个蛋卷的那个字啊。来，原来我以为蛋卷已经做完了。如果你要香的话，你就倒一点蚝油下去。当然，如果你们都还不会啦，不用紧。我们先可以倒水下面，都可以倒一点水下去。来，炸鸡要多少油啊？炸鸡，炸鸡，如果你有买了气压锅的。我们做实体课给你们，有气压锅啊，实体课，还买一天啊，还买一天啊 ，offline，OK， 你那个水啊，你大部分一般上啊，我们放250ml 的水啊，250ml 的水，那水呢，我们要煮一个上汤就淋在这个上面吗？淋在那个汤上面。放点酒啊，有料酒下去，来，有点酒香味。嘎就一个汤匙啊，一个汤匙的料酒。当然。胡椒粉，大家喜欢胡椒粉一点点，少许的胡椒粉啊，一点点。那我们少许的盐哦，少少的盐啊，少的盐。谢谢你们用心的雕煮啊，干干啊，谢谢你留守到现在啊。一定要有掉一些糖哦，来，糖我们放1/2糖茶匙哦，1/2茶匙的糖，放鸡精粉1茶匙好不好？好，一个茶匙的鸡精粉、啊。他在那边笑呢，怎么要吃好、啊、是吧？就吃饿了。来一个茶匙的鸡精粉啊。OK， 拿两粒鸡蛋啊，蛋白啊，蛋白我要用蛋白啊。好，就好了。我们有一个鸡蛋白啊。OK， 我当然这个还是我们还不是精准的吗？我要试个味道一下，好不好？OK 了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再失误就失误。再加多一点点盐啊，一点点啊，不要太多。啊，盐。一点点，就是那一点点。只要在你的锅头上随便加多一点点、啊。哎呀，那锅欠啊！有，马林师傅的锅欠了。啊，过两天。来，我们打薄欠啊！打薄欠。这个是很清淡的一个味道啊。嗯。
原来这道菜还没煮完呢。其实啊，是说啊，我们放蒜米，但淋下去蒜米是不好看的，但是我们不要浪费，要有香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用香油，香油就不用有这个蒜米的粗汁。所以我们讲啊，搅搅下，小小的搅啊，不要太浓啊，因为昨天我也煮太浓了。哎，你浓我浓啊，你浓我浓，喝啥听过 ？OK， 我们差不多，看看下，不要下一下子过了。慢慢的给它浓缩，因为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们要淋什么？淋蛋白下去了。来，蛋白太多可以，还可以再浓。我们有鸡蛋白啊，刚才前面有鸡蛋白。一点点，我都紧张了。游鸿明的歌，哇，厉害！是吧？游鸿明的歌，刚才歌。游鸿明啊！我不懂啊，你们的年代的歌我不懂啊。哎，这鸡蛋要白啊？这个不是瓦当火？来，瓦当是啊。翻锅了，像不像瓦当火？来，我们放鸡蛋白。谢谢表弟，让我们学到五层什么用五层杠啊！谢谢你们的，谢谢廖师傅，观看啊！谢谢廖师傅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拿上来了，淋上去吃。哇，没啊！哇，哇，这个生鸡马上可以卖到价钱了。哇，刚才那个卖十块，这个可以卖到30块，还不止啊！哪里可以卖55块？58块，88块，还叫如意蛋卷呢，有55块，这个88了，好如意吗？88，哈哈哈哈，那么大的，行行 ，OK 了，不要太多。只要消费局抓你们去问话，怎么你们的蛋子可以卖这么贵？啊，哎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给来，我们有一个是蛋卷啊，啊，太美了，真的好吃啊，这个。好，我们叫如意蛋卷，然后这个叫什么名称？金鱼满堂。金鱼满堂，金玉满堂，金玉满堂。然后我们有一个金包银炒饭，啊，吃了包银啊，这炒饭。然后有一个是开脚，开脚鱼啊，脚开生意就来啊，啊，开脚一打开生意就有了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是我们真的从这一刻就开始，我们学到很多的一个技巧，如何用。一个很 quality 的，这个很 quality 的高素质啊，高素质的干锅。对，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呢。好，那么这个锅呢，我是说了，你可以用到你的下一代的，下一代。我用到我这一代啊，到我老去啊，都值得了。不要再想到下一代了。因为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一直在买锅，最后全世界最好卖。开脚跳舞。我可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，真实故事啊。我女儿在别的地方读书嘛。然后他在外面读书，他就随便买一个锅子，买了回去，他讲，爸爸为什么外面的锅子跟家里锅子不一样，这样难煮？我讲当然啦，你现在才知道爸爸家里的锅子是好料嘞。哎、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讲，哎，小孩子出去就让他们去外面学习，然后回来才知道啊，原来家里的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东西啦。哎、哦，所以如果是爸爸妈妈想小孩子他们可以用到一个好的锅子的话，不妨考虑一下，让他有一个最简单的开始。对，有一个小锅，一个干锅开始。干锅开始，慢慢教他怎样应用。应用。对对对，这样才可以煮的。所以我们就尾声的时候啊，你们赶紧下单啊！我们这个另行通知啊，卖到 OK A 一加一啊，957块啊。嗯。OK， 西马运费30块，东马109块，然后新加坡运费390啊。所以我们有锅身，还有蒸个，还有锅盖，还有一个铲子啊，对，一个铲子，我们就会尽量的，我们就会用陆续每个月知道的，有没有寄在新加坡？有，Pire 唱啊，我们有寄去新加坡，要给邮费390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蛮大个大样啊，蛮大样的，箱头很大个啊，你现在邮费不便宜，但是也是值得，因为我们原价是1288啊，我们扣给你了，好。OK， 最后尾声呢？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一环。对，我们的 Wonder Chef 在这里有售卖的，你们可以过来啊。Wonder Chef 这里就是所有的专卖店，干锅都有在这里啊。我们在专卖店，我们在哪里找？还有 IH 智能饭包都有啊。这个唯一一个专卖店在我们 Burpoint Mall 表弟的旗舰店里面。958，好。我觉得你放958，我每次练958。OK， 来说一块钱的commission是我的。OK， 我们是他们的 Wonder Chef 哦，他们的主要的比较畅销的就是这个气压锅，他们是研究气压锅的专家的，他们的那个社长。Number One 啊，他是日本销售的品牌啊，排名第一。
比一般嘛，炊具，炊具啊，节省高达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焖猪脚要一个小时的话呢，一个小时等于六十分钟吗？用这个气压锅呢，只需六分钟。Rice cooker how much？ 多少钱那个饭包？八百四十八。你可以私信表弟，可以私信表弟啊，好不好？八五八。啊，那我又讲九五八就不好啊。好，可以看重播。重播都可以下单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今天的下单的朋友啊，谢谢支持啊，希望廖师傅多常来的。你们要支持廖师傅，廖师傅常回来。万德生的专卖店在哪里？表弟在表弟那边。全马来西亚专卖店只有一间，就是在这里。可以哦。有什么可以询问？有什么都我们都会给你们尽可能我们懂得的知识。如果不懂的，我们叫廖师傅来重新再教过，可以教到你一定会。OK， 买到这个是我们的服务。好 ，OK， 来谢谢大家。我们售后服务每个月至少两场啊。好，我们要吃晚餐了。那一桶水。OK， 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下班的朋友，谢谢分享的朋友，拜拜，谢谢。